今天我们来介绍酱汁杏鲍菇的做法。把素菜吃出荤菜的感觉，好吃没负担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准备食材，杏鲍菇切片，两面划十字刀。切葱末、香菜、蒜末。准备料汁：生抽、水、老抽。蚝油、白糖、盐。淀粉拌匀，锅中加油，加杏鲍菇两面煎黄，再加料汁和葱蒜末，最后撒香菜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